Zero emissions through carbon capture. This is the last mile for Taiwan Cement. 环境这个排放的标准，我跟台泥人讲说，我们要比的不是跟别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比，把我们的排放放到最低标准。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而且最重要一点，我觉得这会让台泥可以继续生存下去。